连回来了，连回连进来了 ，nice nice。记一下现在的坐标。嘿，二一八五三九四。我家的坐标在哪里啊？哎，回家啦！有啦，可以啦，来啦！噔噔噔噔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海查克啦。今天我们的伺服器生存，好不好？直接要迎来最后了，我的神殿，天然神殿。我最后还是希望可以让他们吃饱饱，喂饱饱呢。哇，来吃饱饱，喂饱饱，来来来。啊，你们还不饿？那我可怜，那我机关待机。喂一下，喂一下。哎呦。就算要结束了，我心都还是与你们同在。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创造模式，然后呢，要在这个伺服器下留下伟大的建筑。基本上，我觉得我的建筑已经是了，好不好？已经是了，太伟大了。但是大家说还要有更伟大的，所以我们就来到大家的地方，哇！大家好像都是主要盖在这里啦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附近盖一个巨大的跑酷，好不好？巨大的跑酷，我们就来挑战。IP 不会公布啊，公布也没有用啊，因为这是 Remue 官方伺服器，你也连不到。代表性建筑，其实我们原本预计是同样的一个区域，我们大家都盖在那里。可是我们现在家其实是不一样的地方哎，还是就在盖在克白家附近啊？克白家，我们活动场也在这里，哇！活动场也在这里，然后他这里也这么多帅气的，我们参观一下。小雨家其实我不晓得在哪。对，这个伺服器就到十二月底截止，那之后大家是有希望看这个伺服器可不可以抠出来了，那大家就可以去玩。但是因为它档案容量已经变有点大了，不容易抠，因为这是官方的建筑方式。我们现在还在想要盖在哪兒。这片水地呢？一个月好短哦。可是因为你毕竟是原位啊，原位的话要长其实也比较难。以前我们最长就是我们 B team 嘛，就是大家可以持续在那里。对啊，但是因为那是模组，所以就有很多的玩意儿。小雨家在哈基家附近。好，我们今天在建筑之前可以来给大家看看啊，这是克白家，克白家。我们在想要盖哪里？因为基本上我们建筑都是希望最后的雄伟建筑可以盖在一起啦。然后可是现在大家没有指定位置，我好像是最先盖的，所以我就由我来指定。先来看看克白家 ，nice。那接着我们去别人家逛逛，他的地狱门是不是都在底下？我们去哈基家看看。哈基家，李多威，哈基家，那我怎么又绕一圈回来了？其实我好像大概知道坐标啦，我们看一下，记得好像没有离克白家很远。哎，等一下，方位不对，好像在这个方向。
哎呦，这一个，哎呦，这边看到这个是谁的家啊？土小雨，是学长的家吗？好像是学长的家。对，这是学长 Abel 的家。嗯，好猛哦！他没有挂牌子，但应该是他，应该是，因为我记得小雨的好像有什么其他的塔。嗯，啊，这个，哎呦呦呦呦！哦，那是小雨的、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对不对？哈记家，来看看，笑口常开的西瓜都还在，好不好？然后团团加在它底下，也是很漂亮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出去的密道，哇，它底下其实好多矿洞哦。这里有一个秘密进出口，就从西瓜田旁边，秘密进出口，然后。这边的建筑不晓得是在这个树，我不太理解上面是干嘛，限制他们高度吗？可能是，好酷哦。然后这边他们在努力的培养，想要有特殊颜色，只是那个几率真的太低了。对，然后这边还有甘蔗啊，哈基家猛的。然后大家说旁边是小雨家，小雨家很不小雨耶、欸。对不对？我还以为有会有一堆的蜜蜂，是不是你找不到那个啊蜂窝啊？你找不到蜂窝，肯定跟我无关，好不好？肯定跟我无关，嗯，这样子看下来，我觉得我们就盖在克白家吧，就像活动场地在克白家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大型建筑就决定了在克白家。等一下啊、哦，为什么叫不出来？哎呦！克白家，克白家，那我就选水地，水那里啦，水那里最应该是最麻烦吧，对不对？你外面这里要整地，其实就弄弄山田就好了，水还要抽干，就很麻烦。我们就来在这里盖一些啊，酷酷欸，跑酷。整片水域有没有环绕的跑酷场？感觉还不错哦。起始点，然后最后跑一大圈回来之类的。那我们找一个好的起始点，有没有？哦，这边天然的雄厚，天然的雄厚。怎么下面有密道啊？哎呦，我们就前往我们的跑酷塔。克白家旁边有地图哦，可以看一下。哇，很大呢！啊，怎么有些没有完整？还是我 bug？ 感觉是我 bug。看不太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在旁边的水域，它刚好是绕一圈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一个大湖泊，我们就要立志。立志走完这些湖泊，加油！我们就花2小时的时间盖，不开玩笑，用心好不好？用心，最后的建筑物肯定要用心良苦。虽然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盖那么久，大家有什么可以聊都可以，我们就简单盖。等到盖完的时候再来好好的介绍、嗯。找蘑菇岛用。蘑菇岛也不晓得怎么找。我们以前玩 UHC 找图都是用 TP 的。然后我们都是5000格5000格。就比方说00开始嘛。然后就是干嘛 ?5000,0,5000,5000。一万，哎、欸，5000之类的，这样子，直接这样去找。
我是蘑菇岛，好像我们有过一次。对，之前最难找的是北极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，因为就是有一次是北极熊，可是那是也有说，就是我们是用放的，对，啊，我们都很 real， 对，做不到的就直接承认。那时候真的找蛮久的，好像要找个半小时，而且不是一个人找，就是我们跟秋风和哈基一起找。啊，三排出去啦，这样才有什么庄严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大挑战呢，拜托。没有破坏他的地啊，他的地已经变成那个大家的地了。充公，充公。旁边有一点酷酷的感觉，那个叫什么？灵魂火把。嗯，对，庄严呐，要来跑酷肯定庄严的。啊，对，没有开到星星声音。再次感谢今天的所有的星星，感谢方琪，感谢景杰，感谢小静，感谢莹莹，感谢轩颖，感谢范云，感谢你们的星星。充公啊，哪次不充公？公有土地最权限最大。看哦，充公，哎呀，小雨要来盖喽。嗯，你跟他说，我不知道要盖哪里，就记得说要盖一起。我就待在何白家。跟他说已经搭档也没盖嘛。这次跑酷想要由简入难，由简入难 ，nice， 刻白主题乐园 ，nice， 对不对？在场有人有别的意见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 ，deal， 就此决定我们的建筑就盖在克白家啊，就盖在克白家，决定好，完美。首先，第一步，我想要用四格的方式，我进去跑人家的跑酷，都觉得这种四格的其实还蛮舒服的，欢喜。感谢芝林的星星。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跑，我想一下哦，飞起来规划一下，毕竟我们时间是很多的嘛。顺时针一二三，所以顺时针是这样去盖。那因为时间很多，所以我想要上上下下。有小雨应该可以 get 到，然后他去那里了。整片湖都是我的了。我应该要先那个有没有标记起来。哇，跑酷领域，跑酷之湖，这样感觉蛮有 feel 的啊，可以吧，还可以吧。
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很棒。标记起来就不会有人，不能有人抢了，已经圈地了。先围地，先围地。所有贴着水的圈起来。这也是蛮累的。